这里周的里一定要对着这个中心，这样是正确的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嗯，好。然后这里要落实，拍下落实。稍等，稍等。就落实，不需要再上什么落实。嗯。然后呢，这有孔，这里有孔，这个落实对到这孔里面，全部对上之后，就是中间一推。上之后，这时候你要拍这个底座，看一下，这是第一步安装。有点热啊。嗯。好，完事之后就是这里了，这四个螺丝挡板，我就这样放下来，这就放下来，往后面一推，离合器，慢点，点点慢点啊！对，把这个发到，可以啊。啊好。把这离合器离合开，倒入扣眼，这个孔还是插上去。盖着盖上，这个地方的离合器离合开，最初里边是没有扣的。嗯，然后就这样一打，它会掉出去，一打它会掉扣，一打它就会掉扣，一打它就会掉扣。扣的满之后，慢点啊！满了之后，然后排离合器，好了吗？啊，好，离合器可以看。然后排离合器，这个时候，满了之后把它放下来。嗯，这时候可以打扣了。好了 ，OK。拆下这个布边，给它遮住。谢谢你。等一下你打完，你先弄吧，没事。等一下弄完以后的话，你给它反过来拍背面啊。嗯，好。拍这个背面还继续打是吧？没事，你等一下你把两排打完以后，把两边都打完以后，翻过来拍背面，效果就行了，好吧？嗯，对。这边对泥，然后放在这里，还有刚才跟你说的是这上面这个泥，嗯，就轻轻这样拉上去。哼，你说你移动前跟我说一下啊，行，好，可以。你打的时候稍移动时候稍微慢一点啊。嗯。这个慢了，现在咱那机器打不快。没事。
其实还可以快好几倍的，只不过现在拍视频我没法打那么快。那你弄过来以后的话，你弄这一次的话，你把这次右那边一侧也折叠起来，打的话打得快一点可以，好吧？这边是吧？嗯，好。哦、嗯。你把折叠起来，我再反过去。这球你可以打得快一点啊。嗯，先别动了啊，先别动，嗯。你反过来了吗？好，你翻过来吧。这个两个，全中国还没有一个能比我们这个花翻的还大呢，大出来的口径。你看有小凤圆的吗？有。小凤圆来也可以放是吧？嗯。好像我一直给你翻。先把这点小事弄完。你从哪过来的？信阳。啊，咱跑到没拿东西来了。我来看一看。啊，去年我在买那个扣，买两箱送一箱，那个送一个是在。